你是没有后路，你就想让我踏踏实实走你安排好的活路？是活路，咱们卢家三个人总得有一个活着瞧瞧这天光吧。小贼，不要不要不要又跟我说不要尖叫。你尽管尖叫，可你得往前走。你要去的地方贫瘠干旱，活着不易，可是我知道我的儿子在堂堂正正地活着。我为你骄傲，我为你哥骄傲，我他妈的为你们两个骄傲。走吧，儿子，我心中没家的儿子，不要回头。走吧，小子，他死就为了让你活着。县城电文，责在场最高职务者除掉若水，火速寻找时光，火速。谁职务最高？你是老无赖，老无赖，你是个老无赖。儿子，无赖。可是，终于没做到无耻。老无赖。回你该回的地方，不要想着给我报仇，可你一定得给我报仇，老子的意思你懂？我懂，做一个活着的好人。好人就像一缕阳光，能照着你们这些人挖出来埋自己又埋了别人的阴沟。知道我和小徒这种人死无葬身之地，你要去的地方，你要做的事，我们又怕又恨，因为我们会被你们冰消瓦解，这就是原因，我的儿子。可是卢家的人没有回头这一说，你想看着我死？死的时候不能一个人。好啊，好啊，我的儿子，知得善恶，担得生死时的大题，还没舍得亲情，把老子给他比起来，就是一泡狗屎。来呀！劳烦送上一程，这样的儿子值得我用脑袋上的一个窟窿给他上最后的一课。走吧，儿子，走吧，走吧，儿子。老家伙的死是给你留下最后的财富，你毁了我一生中最后的一个阴谋。可没了阴谋的时候，人才能记得起他最初的理想。少年的中国没有学校。找不到时光，没能找到时光。
我没烟了，这儿全是老旱烟叶，我点都点不着。把他脸蒙上。只不过是个扶助的汉奸罢了。除了做汉奸，咱们干的事儿跟他一个操心。接着找时光去。走。时光只会流逝，人怎么可能找得到时光呢？为什么要跑？不知道，时光什么话也没有说。怎能什么话也没说？双菊和天外山已经携我们在两棵树的全部人马展开追捕，不日即可擒获。擒获？擒获以后呢？和其他人一样，在脑袋上开个洞。他是我们的未来。擒获？总得先擒获吧，那就赶紧去擒获。是，走。来了，来了，来送你一程。来吧。我真的搞不清楚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。从西北到上海，从上海又回到西北，你拽上我们跑了上万公里，可到最后，你却想把这条命留给这片荒漠。左右你们也不会放过的，死哪儿不一样。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放过你，但一定不会放过我。什么？他们会想方设法打断我的腿，可即便是这样，我也不会回到他们身边，更不会用他们给的脑袋思考。这回我在打仗，这仗会打到我死。怎么回事？他们到底是谁？你在跟谁打仗？他们就是我的过去，我在和过去的时光打一场属于自己的战争。信不信由你。我叛逃了，我再也不会回到涂先生身边，可是他们还会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扑过来，直到先生的王国覆灭。而我呢，会一直逃，一直战斗，直到我剩下最后一口气。你们这些种子能做的事情，我也做得来。你可以选择不信。这一次我来，只是想载你一程，也算是为了青山。我死了以后，应该有人记得他。青山不会要求别人记住他的。一定要有人记住他。也许将来你会在这荒漠当中发现一具白骨，那就是我。没有血肉，可是终于干净。涂先生是不会让你扑食荒野的。说的也对，就算我死了，他们也会把我的尸体带到先生身旁。可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，管他呢。
你有这个种的，你也有这个种。 我才刚刚开始，你被通缉了14年，现在才开始正式好好活着。可我是刚开始准备去送死。干嘛要送死？大沙锅挺好的，它是一个好战场，可是也能垦托，也能放牧。我有好多朋友，我认识的人，在这都活得挺好的。 你知道我多大了吗？也就20出头嘛，何必要摆出一副寻死觅活的德行呢？不，我昨天才刚刚出生，所以你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一个刚出生的家伙头上。只有先生才会那样。可是我要自己去找，去看。 那也不要去死。你总是在跟我唠叨你要去送死，貌似是英雄气短，其实你不过是一只根本连北都找不到的熊瞎子。谢你的好意，别再跟我来这套激将法了。是啊，我可以逃，甚至逃到你认为的世界真正到来的时候，我还在逃。我不肯死，可难道活着？ 就是为了跟那些抓我的人赌上一口气吗？这也叫活着？你想一想，你仔细的想一想，难道你活到现在就没有一个让你高兴的人和事吗？你想清楚了，再看一看自己去送死到底值不值得。你想一想，对不起，可难你说的是我，不是你，就是你和我。<笑>不论你是什么人，起码你现在在做一件好事。等我妈妈一开口。 你就知道我叫什么了。不管你妈是死是活，我都会去找她的下落。我保证。我想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想好了你倒吱一声啊，干嘛就走了？你从来就没有把自己那个种子藏在哪儿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 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我背到脑子里了。那我就藏在心里。 这不是何先生吗？哎，乡亲们，
何先生啊？哎呀，何先生，你快看看，快快快，来呀来呀！这不是何先生吗？这是谁呀？何先生，你快看看，何先生啊！哎呀，这咋回事啊？回来了啊！哎呀，何先生，你咋又给活了呢？你咋哪儿来呀？你的头咋打烂了？你穿的啥衣服啊？哎，还穿着皮鞋呢？哎，何先生，你是不是又让马匪给劫了？给我钱，你输了。输啥了？给个钱。刚才没赊钱。你上次抢个两毛五还没给，你这个赖皮，你胡赊呢？ 俺那兔子打回来，你都吃了半个，你还赊？你还赊？给个娃娃亲呀！那没剩下你的，咋定娃娃亲啊？你说话不算数，你吧？你这个人是个，你咋就知道钱呢？财迷，真是的！你给个钱啊！这次钱你必须得给。上次还给谁呢？这次怎么连谁都不给了？ 先生，没有找到时光，我们已经把整个大砂锅来回筛了两遍，连红区都……他不会去红区的，他还在闹毛病，觉得自己欠着死鬼们的债，要找到他，要搞清楚，他要还的是哪门债，人心里头的债，我们怎么搞得清楚？有欠人家的，有人家欠你的。 是很臭啊，可这么重要的犯人，总不能光带个部件。双军，你很聪明，扔了一个活的时光，拼这一身臭，偷了一个死的弱水回来，你总得想办法让这一切都说得过去。继续追捕，以后通缉名单上，时光会顶替那位洪先生的位置。 他以为他杀了妖怪，却不知道人心皆恶，会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再碰到他。当我的王国成真，他就会明白我之前跟他说的。我要走了，双驹。既然若水已经死了，重庆那边还有很重要的事，你就继续留在这里，说得过去吧？对日本人一定要下狠手。 不是还有一口棺材吗？那就把他们父子葬在一起，就葬在这个废墟里，看他们谁被摧毁，谁将重生。让他们父子在这个阴间还可以讨论善与恶、是与非这个无聊问题。反正我们人间不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吗？是是是。 根本不在我们能不能抓住他，而是他一直在告诉我，他就是要逃，他就是不想做一个他命中注定的强者。他用杀阿不堪之来告诉我，那是他觉得该干的事情。他用不杀若水来告诉我，他再也不干他不想干的事情。他用逃跑来告诉我，那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。 时光，你干什么去了？
是我有包裹。这。和和，嗨呀，和思齐。飞得高，飞得低，学习学习再学习。飞得高，飞得低，多少好东西。飞得高，飞得低，学习学习再学习。飞得高，飞得低。多少好东西！哎，何先生，你的邮包！何先生，何先生，你的邮包！包裹！何先生，小豆子，先生回来有多久了？半年了。这是啥东西？啥东西吧？包的这么紧？啥东西呀？这是啥？这是写的啥呀？啥？看不清。哇！啥东西嘛？啥东西？这是我的东西！你们凭什么动我的东西啊？不要动我的东西啊！谁让你们动我的东西了？哎呀！哎，先生，不要抢！不要抢！不要排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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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从蛮荒走向文明的第一步，你们都听我说啊。这些东西是你们的，但是至少现在是我的。给。怎么又抢？都有份，抢什么抢啊？以后早晚是你们的，但是至少现在是先生的。不要抢！别抢我手指头！哎。哎呦，这是啥东西？这是先生，我的。哎，哎呦，先生，先生，别动，回去。娃的书啊！这啥东西啊？这是给娃的是吧？这是书，这是书，有用。先生，心情好，给点了。先生啊，谢谢谢谢。是不是有个女儿嫁到上海去了？都找不着了，都找不着了。她姓薛，瘦瘦的，高高的。是姓薛，是姓薛。她。
花又出嫁了，常来玩儿。常来玩啊。你扯不下来的，我可是花了两天的时间才找到这种你扯不下来的胶水。我就是想把它扯下来，放到这儿。是吗？反正我没看见。我回来了，这算是个惊喜吗？我也这么想的，不过我没力气惊喜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一棵树可是通了邮件，你不用这么麻烦。一棵树通邮件，沦陷区和国统区可没通邮件。我把你要的书从上海一直背到延安，从延安寄到这里，再把我自己发过来，还有药。背过来的，就是用这儿，还是这儿？哎呦，疼！你能不能好好的？我门口的小野猫一窝生了八个，现在我的口粮啊根本都供不上人家的吃喝了。别再唠叨了。